它明明是个文字，有没有？可是你会发现，它还是给 work 啊，没有错哎，有没有？就是说它，你给它文字，所以 Excel 哈，有个地方是还蛮人性化，就是说它会帮你哈，怎么样避免掉一些错误啦，也就是它的容错性还蛮高的。但理论上，当然哈，这个地方最后用 weekday 还是可以得到3。那3的话指的就是什么？礼拜。欸、因为礼拜天是第一天嘛，对啊，你记得、哦、不要用我们的观念，不要说哎三就礼拜三，不是，用美国人的观念、哦、他们是认为礼拜二是第一，一个礼拜天是第一天，然后如果三的话应该是礼拜二，那也就是说将来这个日期、哦、的第一天应该放在这个位置，那也就是说它本来是在这个位置，你必须要移动几个位置呢？移动三个位置吗？一二，哎，两个位置而已，那所以特别重要。为什么只有两个位置？因为它本来就有一嘛。那本来的一，你要把它加回去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三，你必须怎么样？把这个位置，哎，怎么样？减掉三之后呢，记得它再把它原来的一加回来，它再加一个一，它就会自动帮我移到这个位置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我们刚刚的话呢，有做了两个动作，第一个。应该是放第一天，这个月的第一天应该是哪个日期？我特别注意哈，这个做法哈，我看到蛮多同学是这样做的，但是他的一个问题是说，你必须把这一个结果哈，要转换成为日期，转换成日期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说呢，你要用最好利用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在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，插入函数，我们前面有讲过，如果你不就是说你要比较正确的啦，我建议是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的 date 函数。这个 date 函数的话呢，按确定之后，它同样会有什么 y m d 的话是第一天，有没有按确定？哎 ，OK， 回来的话，结果会是一样的。但是哈，特别注意哈，这个时候它回来的是一个日期格式，它会用日期格式。帮你把它放在这边来，所以里面会是一个日期。那刚刚的做法前面这个做法是回来的话会是一个文字。那因为 Excel 里面它的容错性还蛮大的，虽然你做错了，但是它包容性很大，它还是一样的会知道说可能你做错了，还是会帮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，当成是一个日期来处理。OK 哈，当然我比较建议啦，你尽量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是比较不得已的啦，比较不得已的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请你用这个方法，也就是说在这里利用什么 date， OK， 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用 date 做完，那再来就是产生什么，产生 weekday， 到底应该放在哪个位置？那接下来就是说哈，哎，那知道它的位置一在这里，那我们一直往下跑到31，也许在两个位置，31应该在这里。那我怎么知道是31呢？也许这个月份有31天啊，那也许有30天，也许29、28天、哦、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月有几天呢、啊、有两个方法。哪个方法呢？第一个，下个月再减一天不就好了。所以下个月怎么做呢？前面好像有用过嘛，我们不是有 E-day 函数吗？ E-day 函数、哦、start day 一个月按确定，有没有？下个月